Hello, welcome to my vlog. 今天我人在石棒，出来吃喝玩乐。来到石棒，一定要喝火龙果汁。
广告时间。
回家感觉真好。已经有大约三年没有回来这里了。吃饱了宵夜，睡觉了，明天再继续。